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推的坑是 B 台湾。那 B 台湾是一个开放政府的坑。那这边底高方面，我想表达是说，相对于开放政府，我觉得 B 台湾是一个在 debug 政府，然后希望借由这个 debug 的过程，能够让更多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讨论。那先回到开放政府这个概念，开放政府现在我大概知道有这几个平台。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没关系，但是我想大家知道的可以理解说，开放政府其实是一个概念，很简单，可是其实很难去实现，或是很复杂的一个结构。那为了要实现这个结构，B台湾做什么呢？我觉得 B 台湾大家想象它就是一个谈判桌。那这个谈判桌呢，有一端是法案法案在研究的人，另外一边社群。那我们确保这个谈判桌让法案的研究的人坐下来的时候，对方或是我们这个谈判桌上会有社群的人可以参与哦。那再回到为什么 B 台湾会那么贵？B 台湾的想象是什么呢？我觉得开放政府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想象。那 B 台湾有点像是具体而为的开放政府，所以我们设计那个谈判桌跟这个谈判桌上该怎么讨论。那所以这个想象其实除了这些平台是还有哪些想象呢？所以我们其实需要的是对开放政府有研究架构有兴趣的人。好，那 B 台湾其实是一个每个提案有1个多月的架构哈，这个提案流程其实非常的复杂。那这个提案负责提案分成两个部分，前方部分是成案的部分，就是说当我们要设计这个提案到谈判桌上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设计，哪些是重要的题目，那怎么去讨论，这个是前半部分啊。这个部分我们需要的人是熟悉民主审议操作的，就是说审议民主操作，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跟提案的人讨论啊，法律人可以帮助我们对每个法案有更多的了解啊，研究问卷形式的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收集意见，那 UI 是帮助我们在线上流程跟讨论的方式啊。那后半段就是说，我们这个法案建立了以后，讨论开始的时候，怎么继续追踪政府跟社群的意见呢？所以我们需要两种，一种是政府的沟通者，一种是社群的经营者，来持续的沟通哈。那我想借由此呢，大家可以知道说，开放政府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各种专业的人，那 B 台湾很需要各位的帮忙哈。这个现在目前还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架构，所以我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这次政府资料跨部门运用的法制研讨的，今天是要讨论这件事情，所以这个讨论有点复杂，所以我们可能要个别的台下讨论。那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成员，今天在台上的成员有除了中间梦幻以外，有 Ronnie 和大家挥个手，然后子瑜在后面，然后 Viola 在那边，然后 Tim Monk 还有我，就是说因为这个讨论起来有点复杂，但是如果大家对开放政府或者是 B 台湾有建议的话，希望大家跟我们讨论，谢谢。下一位在吗？28的，这要第二位。